看这一题，他们说 A 是等于这个，那么他们说则下列叙述何者为真呢？我们看 A 选项，他说 A 的个位数为零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把这个数给它除以十，那看它余数是多少。我们看了，我二给它除以十，101啊，这我可以变多少？变成是那个，二的三次方就是八，二的三次方的几次方啊？我101101给它除以三嘛，33得9，11啊，33得9，二，剩下二，所以这是33，啊再乘以二的平方了，啊这是八啊，那八的话八的话跟什么同理啊？八的话33，八跟什么同理呢？八跟负荷同理啊，某十，也就八除以十的余式跟负荷除以十的余式一样，啊乘以，这是二的平方，所以这是负二的33次方乘以二的二次方，所以是负的多少？这个再弄个三，二的，这是八的多少呢？11次方呢？乘以多少呢？三次方拿进来了，负号已经拿进去了，二的三次方是八，乘以二的平方，这个是等于那个，应该是代表同余的，这是代表同余的，它是相等。然后的话这跟什么同余呢？负的负二的11次方乘以二的平方，那是多少呢？就是等于那个13次方，这负得正了，变成是二的13次方了，二的13次方，那跟什么同余三，二的三次方，432乘以二，八的四次方，负二的四次方，负二的四次方乘以二，那多少？负二的16的话再乘以二等于多少？32。32的话，我给它除以十的话它一二，也就是说这个二的102我除以十它是一二，三三的101的话这多少呢？三的平方50次方了乘以三，这是九嘛，九的50次方，这是相等啊。相等同余，同余也是一样，乘以三，九除以十余数跟负一除以十的余数一样，三，所以这个是负三的，正三，等于是正三，余数是正三，某什么呢？这个都是某十啊，某十。五的什么呢？五的101它这个乘完以后它个位数一定是五了，因为五的平方的话25，你在那它余数是五，所以说任何什么呢？五的任何次方它个位数都是五了，这是某什么？某十。好，那我通常把它加起来，这就把它加起来，所以二的101加上三的101，加上五的101，我跟什么同余呢？二加三加五，加三加五，这十嘛，十的话我给它除以十刚好整除，余数是零嘛，某什么呢？某十。所以它的个位数这个加起来的个位数呢是零的，所以这是对的，A 选项这是对的。
好，再我们看的 B 选项，他说 AB 为3的倍数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给他来除以3，看会不会整除。哦 ，B 的话我给他除以3呢。我们看看哈，二的101哈，我给他除以3。这除以3的话，跟负一除以3于是一样，负一101啊，对吧？这是负一啊，某多少呢？某这个3。好，那这个呢，3的101当然能够被3整除了，某3。然后5哈，5的话哈，我除以3的话哈，余到余负一啊。哦，5的话除以3的话，就是不足一嘛，不足一就是负一了，就5除以3的余数跟负一除以3的余数一样，这是某3，然后我给它取101，哦，这是101啊，好，哦，啊这个多少？这个就是负一了，某什么呢？某3。好，那我先要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以后的话哈，这是2的101。加上3的101，加上5的101，我给它好除以什么呢？除以3的话余多少？加起来是负2，那等于多少？等于是余1了，某什么呢？某3。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会被3整除的，你把它除以3的话，它余数呢是1了，所以 B 这个选项是错的，哦 ，B 这个选项哈是错的。再我们看呢 C 这个选项，他说 A 除以9的余数为7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我给他来除以9。好 ，C 这个选项哈，给他除以9，就2的101啊，可以写多少呢？这是2的3次方的多少啊？101除以3嘛，33得9嘛，33得9，这33啊，乘以2的平方，剩多少？那我们晓得说哈，我8了哈，我除以9的话，跟什么呢？跟那负三负一除以9事实上是一样的，哦，负一除以9，事实上是一样的，某什么呢？某9，哦，这8除以9的话呢是余8啦，负一除以9是余8。好啊，所以啊这个呢，然后这个33次方，哦，33次方嘛，所以余负一，那负一再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4嘛，所以是余负4。这是某什么呢？某9，余负4相当于是余5啦。然后再来我们看呢3。3的101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等于那个9的50次方嘛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3，啊这个能够被9整除了，啊所以什么呢？所以的话哈，这已经余零了嘛，所以事实上的话哈，它能够被9整除了，所以哈这个是，这是某9。好，啊，再来我们看呢5哈，5的101，5的101的话哈，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个是，这个除以9的话是多少？5的101哈，现在是除以9，除以9的话哈，5哈除以9是负4。看看，5 5 25，这个25的话哈，除以9多少？除以9是负2，
除以九的话是负二，九乘二十七嘛，负二哈。那这五的平方呢？我们这样看好了，五的平方好，除以九是一负二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要五十次方，五十嘛。那这样多少呢？这个就是负二的哈、哦。那这个是二的五十次方，二的五十次方啊。五十除以三，三一的三，二十三六十八，二，就等于八的多少呢？八的十六次方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二的平方呢？哦，十六乘以三嘛，三六十八，即是八加二，没错。啊，这个多少？这个除以九是负一啊，这个八除以九跟负一除以九就是一啊，所以是负一，十六次方乘以二的平方，所以是四。然后我两边呢，我再给它什么？给它乘以，再乘以五，那这就是一百零一了，乘以五。所以这个跟什么，或是这样，多写一行啊。这个的话就是说哈，五乘以多少呢？五的平方的四次方，等于四乘以。那二十，二十除以九多少？九二十八，啊余二，摸九。好，那我通通把它加起来。加起来的话呢，这个，这个，它、啊、跟这个。就负四啊，加上多少？就是说，二的一零一加三的一零一加五的一零一哈，这个呢，除以呢九，负四加零加二，跟呢二除以什么呢？除以那个九的余是一样的。哦，真的、啊，这是等于负二。那负二哈，除以九的余是哦，跟什么？跟七除以九的余是一样。所以哈、哦，它的那个余数是七的。所以这个数的话，除以九的话，余数是七。所以 C 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呢，这个D 这个选项。D 这个选项的话是说哈，他说 A 为73位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看哦，我们 A 怎么处理哦？我把那个5的101给抽出来，那这就是一加多少呢？二除以五是0.4，0.4的101次方的。哦，三除以五是0.6，0.6的呢？101次方了，哦，啊，这一层的话呢，就是0.00后面的很多零啊，这也是0.00后面很多零，所以这一项哦，几乎可以省略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，两边给它取 log， 取 log 以后就更小了，哦 ，log 哦 ，a 以十为底嘛，就多少呢？我先约好了，这两项就省略掉了，就101哈，啊 ，log 多少呢？log 五，那 log 五的话是一减 log 二了，所以这个的话，这个是101减 log 二，它的约略是多少呢？101减 log 二约略是0.301啊，好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一减0.301，99。啊，9.3是六，0.699，啊，0.699乘以101是多少呢？是6.99，乘以多少呢？
1.01 996 零996 99 15 17 7.05999，所以是7.05999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所以我晓得哈，那我两边给它取指数，取指数的话 ，A 的话哈，就约略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0的哈，0.599，再乘以10的七次方，哦，这个是一点多了，啊，一点多乘以呢10的七次方，代表呢后面的话，一点后面。一后面的话有几位数呢？一后面有七位数，所以总共有八位数，所以它是八位数的。他说 A 为73位数，当然是错的，没有那么多了。A 的话它是八位数的。好，这样看 B， D 是错的。这样看一的话哈，他说 A 的最高位数数字是八，是不是？A 的最高位数看什么呢？因为 A 的话，我两边取指数的话是多少？是10的呢，0.599，它再乘以10的七次方，就是说它最高位数都看这个了。这个东西的话，没有0.05了，0.0599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它这里有那个数字，就是说哈 log 了哈。如果呢二哈是等于多少？约是等于0.301啊，哦，0.301，这个比什么呢？比那个0.301还要小，所以它的那个哈、哦、那个最高位数一定是一啊，就是说哈、哦、二的话哈、哦，大概是10的呢0.301嘛，所以这个它是比什么呢？比二小。这个哈、哦、10的0.0599哈、哦，它是小于2的，啊大于10的零次方啊是1啊，所以这是一点多了，所以最高位数字哈、哦、应该是1，而不是8，所以1这个选项是错的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A 跟 C 的、啊。